亲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带给您的是2014到2015赛季全国象棋女子甲级联赛的第6轮的对局。我们选的是唐丹对刚秋英，和我一起为您做棋局讲解的是李鹏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盘棋呢是这个北京队。北京中家实业队对这个刚秋英还是河北不是，他是开伦哦，开伦集团，对，因为刚秋英嘛很熟悉，对，都以为是河北，对，他是河北队原来的老队员，85年他就进河北队了，可能。然后对，这刚秋英这个是一名就是属于女子棋手中这个典型的攻杀型棋手，对，号称小钢炮，我们那会儿管他叫小钢炮，对，说明他的这个火力很猛，对，比我早一届的棋手，火力很猛，代表河北队曾经参加过团体赛，而且取得过2届的冠军，与胡明配合，对，胡明是非常厉害的女子棋手，对，然后好像后来95年吧，94、95的时候又转到火车头体协，对，然后代表火车头体协也得了2届的全国团体赛冠军，很有实力了。后来在一个大师赛上得到了特级大师称号，对，那么这盘呢，红方呢，我们就不用多介绍了。唐丹是现在技术最全面的女子棋手之一吧？等级分第一，等级分第一。刚刚全国个人赛呢，惜败于也没说败吧，就是与这个王琳娜的对抢中，对，惜败吧，算是对抢中没抢过吧。然后就是没有完成那个5连冠啊。对，好像压力也很大。对，是啊，但是也不错了，她能得了这么多年的全国女子冠军。说明实力不凡、啊、那实力肯定是一流了，而且是顶级了，应该是。对。那么下到这儿呢，现在形成了一个中炮直车对反攻马的格局。对。那么这个反攻马呢，大家可能也看了很多了，有些棋迷朋友也都非常的喜爱这个布局。对。但是它的由来呢，可能有些还不太清楚。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由来。我呢就当讲故事吧，因为我这也没有说真的就有什么科学依据或者有什么很权威的这个说法，但我呢。也给大家简单的就听讲故事似的。好，反攻马这个首先它是这个名儿怎么来的？那我知道，过去它反着是吗？不是，我过去看了一古谱，我也是从古谱上看来的一个小故事啊。当时有一盘棋啊，就是反攻马，它是这个士象是7路象和6路象啊，顺着的。然后呢，红方当时是车进6，完了车2平3，当时进的是7卒。嗯，然后一压马，这个马受攻了，受攻、嗯、了怎么办呢？他就马七退六了，就回攻贴将防御，他是这个意思，回攻贴将防御，等于他把底线护住，然后今后再什么凭这个炮把你车顶住，他这个名啊，就他那上面解释。顾名反攻马，但这个可能对不从考证啊，大家就当个演绎听啊，反正就是姑且说，我是觉得他是凭空马，因为别着，你知道吗？啊，那么别在9公里。这个呢，可能我也觉得是因为古谱这个原因啊，就是他这老动不动老往回跑，攻击力比较差，防守的也不是很坚固，所以一度吧形成一个冷门布局，被打入冷宫，就没人用了。一直后期呢，到后来我们的这个。胡荣华老师，对，经过不断的研究，他是赋予了他这个心意，更生命，对。那么我这个反攻马还有第二个名称，这个我就是从那个胡老师的反攻马专辑中看到的，夹炮屏风。哎，对，夹、哎、炮屏风、这个我觉得这四个字啊，夹炮屏风四个字非常的妙，很切切。它正是胡老师赋予他的生命力。对，为什么他不是反攻马往回跑了？对，往回跑有点消极了。咱们中国人喜欢象形曲意，嗯，刚才反攻马也是象形曲意这个名。那么夹炮屏风，大家看啊，这个夹炮就是这个视角炮，对，拿掉这视角炮是什么？屏风马。嗯，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反攻马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在屏风马和顺炮这两个布局中间灵活转换。对，它不动就是反攻马，哎，它一动，比如你一过河车，它一对车，你吃兵，它一退炮，嗯。就是一个屏风马，就跟那平炮对车差不多。对。然后如果你说了，哎，你冲中兵，你不是反攻马的弱点中路空虚吗？嗯。他哎，立刻还中炮，应对，形成了顺炮。嗯、而且它本身反攻马还有一个特点，它有效的限制了你红马八进七的手段。因为炮六进五这个串打，对，所以给红方左翼。如果你马八进七，他一串打不，他不管怎么着，你可以打一空头，他就给你。当时反攻马专辑胡老师的研究就是打了。
让你打空头。这是齐迷朋友最对最得意的啊。对，我觉得打掉这个之后，你弃掉空头之后，他用很多的中局战术手段。对，双方很激烈的一个斗争。多子的优势最后化解你攻势之后，黑方反先了。对。那么，反正我对反攻马的总结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先天的阵型比较好。这个弱点就是中路相对可能稍微薄一点，哦，虽然也很灵，它是依靠这种灵活活的变化、阵型变化来弥补这个弱点，但是它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双军慢。双军慢是吧？所以在布局过程中，反攻马方一般在布局阶段，它是想方设法的解决双狙的问题。对。然后在中狙的前半段呢，它也很难说这种像屏风马一样全面的对抗。因为它居慢嘛，它还是依靠灵活的，后面比较多一点，依靠它灵活的阵法，它可以在屏风马和顺炮之间转换，嗯，利用灵活的阵法来去抗衡，嗯。但如果说在前边布局和中局红方都没有好的这个一个发展的话，嗯，那么进入残局以后，它的弹性比较大，这个它的先天阵型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就是，往往在残局中可能它还可以获得一个稍好的局面。如果你不幸碰上像荀川这样的残局高手，你的心情就不会美丽了，应该。对，就是能让他坚持到后半局。哎，对，他的先天的这个阵型是很协调的。对，优，这是他的优势。就是弹性大嘛，嗯。但是这个反攻马要想运用好的话呢，就是说首先要求是骑手技术全面，嗯，而且有坚韧的这个战斗力。对，所以你得有能后面磨到最后的那个精神，哎，你有这精神，还有这个体力和能力。对，因为这反攻马的棋谱很多都是大部分到后半盘的，嗯，会居多啊。对对 对，包括五六炮啊等等等等，嗯，一屏风就是俩狙一队开始斗后残局。我觉得像这个反攻马这棋，好像这胡荣华老师还有咱们河北的这个李来群崔大师，啊，都是这个此阵法的高手吧？对啊，也可见他们的功力啊。那么刚秋云就是河北棋手。但是刚秋英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他还是下顺炮多一点。哎，对，他是战斗型的。哦，那么这盘棋我们看刚秋英是怎么用反攻马来与唐丹战斗，算重出江湖吧。休息了几年以后，嗯，好像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大，嗯，是不是这个风格也要改？但这倒不一定，阵法并不决定，不会说他这个阵法他就不能下。对，他有他的下法，他有攻击型棋手，他在往攻击手那边转，下法。那么下到这儿的时候，红方，该黑方啊，红方该红方，红方兵三进一，选择三兵，这是常用下法，嗯，卒三进一，马八进九，马八进九，okay，完了，黑方象七进五，啊，这块是不是有象七有象三啊？有象三进五，待会儿咱们会跟这盘棋会慢慢介绍，这盘棋很有意思，这个其实跟这象三和象七可以转换的。对，我们通过这盘棋给大家带来一些象七进五反攻马，老式下法是象三进五比较多，嗯，象七进五呢，这大家认为是左右比较均衡的一种布阵，是反攻马的一个，也是胡老师赋予它一个新的这个生命力的一个体系，嗯，啊，炮八平六，五六炮，这时候大家常见的是炮八平七，对，形成这个五七炮进三兵，今后很容易形成双骑兵的流行变化。嗯，双骑兵这变化也是这个河北的刘殿中老师和李来群特级大师研究率先走出来，率先创用的非常有效的一种。嗯，流行于后面啊，哎，对，大家们到现在还流行，对啊，又赋予了很多新的变化，对而已，嗯，但是它一直在对居平二，居平二，居九平八，居九平八。那么五六炮和五七炮的区别呢？不单是这个棋，不，嗯，就包括攻屏风马什么，这个特点就是五七炮攻击力会很强，对，五六炮比较稳，哎，但是五六炮呢阵型严谨，那它这结实。但是它攻击力明显不如那个秒那个，要弱一点，对，对。但是它在这条线呢，也有隐隐约约有一些手段，比如进入冲起中兵来，这个是不是有 C 向腰啊 ？C 向腰点，各些配合，炮六进四压呀，压，等兵，甚至炮六退一，将来再还 啊。对，甚至你马跳起来，我还有炮六进二顶，当然甚至还有打底式，对，这急了打底式，对，就是它有它的一些特点，对，风格不一样。那这盘棋呢，唐丹可能没有选择五七炮呢，也是因为确实小钢炮这个威名还在。对，打起来还真不一定，打起来不好说，这火力很猛，嗯，是不是？是就是。所以这个棋他选择了稳健的五六炮。嗯。那么下到这儿呢，常用下法跟五七炮一样，还是要炮进四封锁。对，这是常见下法。但是这盘棋我们看刚秋英就变了。嗯啊，这个我现在还搞不清他是有备而来呢，还是说这盘棋故弄玄虚？我看像是临场找。如果要是故弄玄虚，遇到唐丹这样强劲的对手，我觉着他就是觉得炮二进四吧，这个棋谱唐丹比较熟，那肯定的。哎，比如说一退一退，唐丹肯定是对太熟了，所以他就。但是这个车九进一现在问题又出来了，这个车九进一不是没有。我马上。
上觉得会不协调。对，你说不协调在哪儿？就在于这个象。就是因为别象眼了。刚才咱们说了有象三进五，对，其实这个棋就是老式下法，是非象三进五，对，下成这个局面。现在居九级还可以。然后走居九级，这个呢就是平衡马，都是反攻马。咱们刚才说两个名儿，一个叫反攻马，一个叫加炮屏风，嗯，还有一个叫做半壁河山。半壁河山，这个半壁河山，我个人理解，它主要指的就是反攻马的横车布局。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反攻马的弱点是什么？双车慢。嗯。那么有一部分棋手，就类似于像刚青英这样的攻击型棋手，他这车出不来，他不痛快啊，没法攻杀呀、啊。对呀、啊。是不是？他呢就体会不来他那大刀阔斧。我呢就是放这边出车，这边很弱，肯定这边肯定是很弱的然后这边赶快。但是呢，我呢把这车顺过来之后。这边呢，我倚靠顽强的防守，哪么今后败退呢？对，我就以半壁河山撑住你，然后这边迅速利用优势兵力，争得战机。然后毕竟那边是背面哈。对，完了争得一个总体的战局平衡。对，局面平衡。这是他半壁河山的一个构思，这也是反攻马第三个名称。是。但是呢，刚才为什么我说他是故弄玄虚呢？这个半壁河山这哪边半壁？我现在搞不清了。对，他现在这个象飞的就有点奇怪了，所以我说他是不是半故弄玄虚，还是有备而来？这个象是临场变招。这个象搁在这里呢，它不但削弱了这边的防御。今后受攻，而这边的好像这个象还别着，自己还难受。这个今后待会儿我会给大家演变一个有一个变化，大家会发现这个象是有点问题的。嗯，啊，我觉得不是一点问题。对，这还是确实是给黑方自己就乱了阵脚，有一点那个挺别扭的这个象。对。那么咱们看唐丹现在是见怪不怪，七八进四了啊，非常的稳健。因为现在走这个意思不大，因为你要走这个呢。如果要是非这个，如果非三象的话，这象在这儿，这盘棋这很奇怪啊，这象得来回我得来回摆好几次。如果象在这儿的话呀，我们对比一下啊，黑方这个棋还真不能走这个。如果这个棋应该是走这儿，车一平八，因为你走这个的话，你看没有？炮就进四了，进四。对，今后这炮打过来是威胁底象的，那么这个棋呢，如果要是在这儿的话，它反而不怕了。是不是你过来我就补个士，你打吧，打完了我底下没事儿。但是黑方就不会捉你炮了。哎，对，黑方的黑方可以这时候可以捉，象在那儿就不捉了。这时候可以捉，这时候反而可以捉。我说他就不能进这车了。对，所以说呢，这个也不能说他真的就是临场，他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研究，但是可能平时下过吧。平时下过，但是感觉上可能还是在棋理上还是有点问题。对，那么唐丹不会轻易的上当的。那么黑方捉了一下。黑方红方不是，不是，这都很正常。嗯，下一步黑方又求变了，我们正常的下法，应该补个士。士四进五。对，所以他就别扭嘛，我老说他别扭嘛。那么我们因为这盘棋的特殊性啊，我们这个说了，这象我得老来回给你摆摆。这象假设在这边，刚才说了象三进五，那么这个棋的正招啊，肯定是士四进五。士四进五，这棋我也老下。啊，而且呢，这个棋下边有很丰富的变化。嗯、当时有些棋手呢，这正确的下法现在好像应该是平炮对车。对，有平炮对车，也有走进这个的。进车哈。当然红的呢，这时候如果车二进六，现在支完士之后，炮二进。不是红方一般正确下法是兵九进一。对，然后还有或者马三。马三进四。进四。对。那么黑方一会儿就把车对了。如果你拱兵，他对车。是不是啊？差不多。对对对对，如果你现在走，然后这边总是黑方有一点棋、哎，我是这么理解。如果你走这种棋，有些棋手恐怕害怕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炮二退一就不行了。不行是吗？如果这个棋炮二退一，那红方很愉快，你吃炮，他切炮，他有一个炮六进二是吗？啊不，你吃炮他切你啊，对，切你吃了之后他支你，这马死了啊，红方得子了。对，他牵着不行。这个棋呢，黑方有一个，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变化，这个也是常见的。黑方有一个强硬的气足，先把这卒弃了。红方，你拿车吃，和拿这个吃都不是特别的好。反正士兵吃肯定是不舒服。这个大家咱们就不再细说了。这个到时候棋谱上可以去参考去看。那么下到这儿，就是他车二进八，还是黑方有办法的。实战中嘛，他没有补士。对。他如果补士的话，我觉着他可能是因为这个棋象的方向不同啊。我告诉你，这时候红方可能有更强硬的手段。马三进四了。马三进四。这样象出问题了，这士象肯定出问题了。如果这个棋的，如果是象在这儿的话，这棋正招是顶。对，但是现在顶不一样了。车二进七，一抓，跳马打吧。红方有一个强硬的招法。哦，这么精彩。一打，
你只有吃，吃了，吃了，杀掉，吃了。大家看这象啊，如果是这样，嗯，我是退到这儿来，直接生根。对，这样还可以，这儿打车，这儿还保着。嗯，现在这个棋就尴尬没办法了。现在这个棋你打车，你去往哪儿晃，人家都躲开就完了。打完之后，你这个怎么办呢？对，这就是。所以这个棋就麻烦了。所以那么临场，这个刚秋英呢就没有走这个姿势，所以这个就是这飞象这左右象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棋呢，黑方走的是卒吉。嗯。那么面对这个新的这个阵势吧，对，唐丹如何扩大优势？对，如何抓住他这个事项的问题 对，我们那个过一会儿再给大家讲解。对，啊，好，待会儿回来。待会儿回来。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这盘精彩的对局。好，那么刚才说到了黑方，因为这个象的方向问题，那个变化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个象的问题。对，其实朋友们在下棋的时候也注意，这个形状不好看，哎，它势必会有弱点。对，其实这个跟那个半壁河山布局就差这一个象，那就差太多了，但是它里边的变化差的就太多了。差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卒一进一之后，红方呢，也是非常稳健。嗯，实际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把三进四。对。啊。这个棋对掉兵之后呢，现在由于这个还是象的问题，他这黑方啊还得老留神这个，跑六平八是吧？啊，如果你支起士来，这个象在这边车还能跑，车二平四还能追象，你这一打，你这个车的位置很怪的。对，所以呢，这时候他也没办法，先补个士。嗯，这是他总要补一个，补个士。红方这时候动手，车二进六，车二进六。车二进六，现在这个棋黑方挺痛苦的，为什么呀？他不能走炮二进一，不行是吧？这个棋跟这象又有关系了，所以你说这盘棋它这个一小小的一个变化，它这个球变，你发后面哪哪都别扭。对，所以这盘棋很有意思，我老给你摆这左象右象，其实它是确实影响很大，对这个盘面。对，我们来对比，主要是对比一下。现在如果炮二进一的话，人家有这个炮六。平八一打，你看，如果是这个象，它是不是车一步就出来了？这就是后手了。对，这就后手出来之后还跟你对车了，人反先了。你得动炮，这动哪儿？你只有走这个了。就是动哪儿，他都踢一下吧。你走这儿，他都给你一下，那你还得回来。你回来呢？让他跳。他不，他就吃你。哦，换了是吧？就吃掉，打掉，吃掉，然后再打。哦，那那边也完了。完了，你一走这个，他先手一吃。这样红方优势扩大了。你只有退马，你退马之后人就一补象。又是明显扩大，三兵没法解决了。你这个牵制不存在了，为什么不存在？它有很多这个巧妙手段解决，比如说他这送个兵，送个兵，你拱他帮蹬你一脚，还踩着就全跑了。而且这边你看这花石像底线好像还有点，底线还隐隐约约的，所以这个牵制又不存在。那么这边他今后就很轻松吧，把你这边肯定就扩大优势了，哎，把兵葫芦掉完了就一个一个拱。对，就没有意思了。这个黑棋，所以这个带来的苦恼啊，哎，让黑棋一时半会没有反击。那么现在黑方怎么办呢？这个棋，这个兵没了，这个，好，下到这儿呢。刚秋英呢，其实刚秋英也逼出了点好招。其实就说呀，刚秋英实际也是一个颇有实力的棋手，对，也是特非常的这个强劲，他的中局力量非常强大。你给他一缝子，他就往里钻着。他呢，这招棋也是有点瞒天过海的意思。嗯，啊，这招棋，深炮，咱们刚才说了，反攻马加炮平风特点什么？这炮一动就是平风马。嗯，他平风马的抗击还是很灵活、很强韧的、坚韧的。对，那么。这肯定不能吃了，吃了一打呢，反先了，哎，翻马。嗯，一般情况下，大家看，哎呦，这下一招要冲了，不过这个炮六进四啊，也是这个反攻马里面经常用的一个手段。哎，对，经常，它除了炮六退一形成平攻马，它有炮六进四。对，然后勾打。如果你挑正马没指示，哎，如果你挑正马没指示，它没指示，它可能还打士，是吧？就是它的特点，视角炮的。所以它挺灵活的啊。对，它很灵活。嗯，使好了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局面下呢，它并没有去逃炮，因为明显这招兵三进一，巧活兵，很厉害。嗯，后续下的不错。哎，但是呢，它现在。刚秋英设计了一套战术组合，他想解决这个解决这个危机，对啊，当然这套组合呢不一定严谨，但是我觉得也尽力了，属于实用手，对，实用手不严谨，但是你整盘棋也很难保证对方就很严谨，对。那么看马三进二，马三进二，这个设计还可以啊。这个唐丹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我好像不走，有点心情不爽，你都不理我，对，拱掉，这一打。
下到这儿呢，唐丹可能有点手软或者有点心虚吧。哦，说一看这个怎么回事，他不太敢拱。拱了呢？如果你拱的话呢，他是有一个炮三退一是吧？这个挺厉害。这个讨厌了这事儿。是吧？炮三退一还是挺讨厌的。完了，就算你比如说你出个老将吧，他有可能是不是先蹬你一脚这儿，先不让你一步吃到。对，然后这边反正他这象这边也有点问题，抓抓马。对，完了他好像这边一会儿炮二分三勾勾什么的，对，马反正这老瞄着。对，虚头巴脑的这一脚你看不太清楚。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唐丹就随手先给吃了，但是他没有，可能也忽略了有一些计算上的一个疏忽吧，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等于使这优势呢可能就是减弱了。当然这棋红的一直好，他减弱了。本来现在大优，实际这个棋现在应该可以考虑是马儿进四啊，直接蹦进去。马儿进四，他不是说威胁马，他现在踩着象呢。嗯，这个还是象的问题，又出问题。如果你还走这个，他可能一脑门就先把这踩了，你先别杀我，我先杀你。先踩了再说，然后再说了，这不一定怎么回事呢。啊，那么如果要走了这个，你只有长车了。嗯，你长车，他再一拆炮，你还不能拱他。你这样吃责吗？今后。我在你拱着就白吃了，就是、这样呢，我把象补起来之后，这边的问题就没有了。那你这个红方现在就明显优势了，今后拿车一吃就横扫你的卒领。就是怎么快速的拆炮飞象？哎，对，先把这块解决这问题。但是唐丹呢，就最简化的。唐丹可能就是他也有点紧张，这个可能。对。他可能就他觉得这炮三退一挺讨厌的。挺讨厌的。一眼晃上去是有点麻烦、啊。对，而且他呢总是这一招棋呢，因为毕竟什么都没吃着嘛，他总是希望拿兵拱下去，不是更舒服吗？他总是想着惦记这个事儿。不想跟人家战斗起来。对他呢，因为他觉得他优，这也是一种优势意识，确实这个棋红的优势。对。所以他老觉得优势嘛，我总是老练一点啊，稳稳当当的，别闹事儿哈。残局方面也不怕，因为唐丹还是一个技术全面型棋手，说只要残局我好点也行，是不是？所以他呢说这是威胁，我先给，对，所以得换，对，换掉。这也是，但换掉人是个先手，嗯，下边就有意思了。他一走这个，车九平八，我觉得他可能多多少少对这招啊有点忽略。但是我觉得看总是能看到，应该能看到。他但是他对整体这个大局的分析，但是他没觉得他有多厉害。对，他没有认为这个棋他的优势是减弱了，他认为这棋我还好，是好，但是优势比刚才实际小了很多。对，我也是这个棋呢，巧招不能吃，只能车八。如果你吃炮平三，闪了，就得车了。对，那么只有躲开。车八平四。那么通过这个交换，这个巧过兵呢，黑方成功的把它消灭了，没有造成这个黑马受攻的。就是黑方通过这炮六进四的这一系列的手段啊，还是达到了一个他既定的方针，让自己稍微舒服了一点。甭管怎么说吧，物质上我多俩足了。对，你一会儿再说一会儿的。对，你现在这边还是弱点，还是被动，但是呢，我物质多俩足，你这边反正我也挺多的子儿，我跟你可以纠缠。就除了象还有点别扭以外，如果现在象在这儿，应该是黑优。黑方反先了，对，应该快黑优了。除了象还有点别扭以外，那么现在红方还是抓住这一侧的问题，准备下一招。马二进四，嗯，那么黑方现在开始炮二平三，对，我既定方针。实际现在如果你就飞个象呢，也红的还好一点，对。当然这时候，因为唐丹呢也是估计这边的弱点太明显，我还是可能想从那边突破，全力就是我就直接突破你了，是看看到底谁厉害，对，他肯定是这么想的，所以就交换了。这也只能交换黑的吃掉。那么下到这儿呢，黑方呢就走的，稍微是有点问题。他这招棋实战走的是这个吃中兵的，他是不是应该退炮？他一个退炮，一个不行就点进去。哦，点进去。我实战看棋谱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退炮，一脑门就栽进去，就跟他拼了是吧？哎，就谁厉害？这个棋一眼看不清。这个棋应该红的厉害一点，但是最起码啊，黑的可以争得一个各攻一策。就算你今后平炮，我大不了出老将，这边全是我的子儿，各攻一面，我也攻你，反正就拼了呗。这半壁江山不是就这样吗？半壁江山就拼了，是不是？你攻你的，我攻我的，反正咱俩这模样，你比我快，快了。反正你背面，我也背面啊。一人快那么半步，也就是不好说这事儿。所以他这时候应该就狠着点。你说凭他这小钢炮这精神，应该往里塞呀。就塞他，但是他这招其实呢，就是他认为我能把这打通了。这个棋我多这么多卒，我他还有一点护着那边的味道。哎，他有点护着味道，就是见立功一手，但是呢又有走有看上去又有点犹豫了。他呢这个棋就是可能对后来的结果吧估计不足。对啊，如果他要知道那结果，他可能我就跟你拼了，杵进来，反正你得躲，你不躲我就闷你。对，是吧？你一躲，我可能就往里跳马，这边我就跟你干。反正这招棋走的是吧？不露手，有一点。关键呢，唐丹到这儿有一巧招，
泡瓶子，你不敢吃。对，这太痛苦了。对，这你不敢吃，因为你吃它有一个马儿退三，灯军打炮，打炮，你挡炮它吃，你要吃马它底下传浆，当时就出事儿了，全都完了。所以他呢一看现在送兵，哎，送一个，这送兵还是得送，先别一下，不这马蹦进去也很。送兵还是得送的。对，吃掉，完他就还是不敢吃。对，吃是不敢吃，还是不敢吃。他出了个将吧？没有，这个时候他走了一个这个、炮三退一，对，炮三退一，炮三退一呢？这个其实这个是马二进，哎，吃吃吃，马二进三，对，跳进去了，跳进去，哎，我黑的什么时候好像出了个，对，车四平三，将五平四，我说他出了个将，这时候他出了个将，他也是因为一看这边红的要进攻了，对啊，他老晚昨晚就早、就跟我刚才说的似的，这边你就攻吧，我老将往这边跑，完了我就倚仗这个跟你对攻，反正我就跟你拼命了，属于，这也没有什么防守了。然后他跳马、跳进去了，然后他退。他的想法就是什么呀？因为现在红的明显打将，你上将他踩象，他呢就是一退。我先打你一将，一会儿给你折腾折腾。打将吃象呢，我翻一将，对，打回去，打回去，反正瞄着。对，削弱子力呗。对。那么红方下的就很精。出将了、他不直接来。这是唐丹这几年老练的地方。对，现在这黑的难受了，他又不敢拿车迟，拿车迟人迎头一照，底下一将，完了。所以很尴尬哈、所以这期就讨厌了，就等于这就这个兵没人看，但无形的形成一个屏障。对，所以黑方这个车四进五整体的这个计划还是在这儿纠结了。是，等于你进了个车，退了个车，退了个炮，结果这中兵你吃了还很难受，然后还不敢吃，对，这个很难受。不吃也不行啊，走到这儿了，骑手这心情就是你这时候不吃这个太丢人了。不吃他也没得走，没得走了，拿炮打。那么下边呢，红方走的非常的巧，平到一将。这个唐丹看的应该是这个不能进将了，只有平。然后人家先跳了个马，这块要杀了啊，先跳了个马。对，人家还不将，先跳马叫杀，这个没有办法。只有平炮挡。他又吃顿了两下。我想这个时候很多爱好者可能朋友们也都看到这个棋了。下边就是一连串的这个攻击手段，一将，七六平四，叫杀。这样等于黑棋的这些子儿都没用上，对，这个是挺痛苦，没就是小钢炮没打起来，对，等于这俩子儿现在都没发出去，本来是想跟他这个拼搏一番，一决雌雄，结果呢走着走着自己的子儿都不动了，这俩子儿不会动了，完了这俩子儿就疲于应付，对，所以从刚才的结果来说，他可能就杵进去，然后这马就根本这炮都不退，就往里钻。所以我刚才说炮三退二也是一选择，我就是想马进来，你知道吗？炮三退二这么想的。炮三退二一个可以跳马，一个不行的时候我还能换完这兵器了，长一巡河车挡你炮。对，我是想这俩子儿吧，你早晚得用上，你不能让他就这么待着，你知道吗？如果退炮呢，有机会还可以换马。我就是这意思，他要真不跑的话，我急了我就简化了嘛，对，简化完了争取这足一气吧，简化会好很多。对，他至少能就是差点吧，但还能。在下，对，不会。你要真不理我，我跳进来也，那象也得掂量掂量。那么下到这儿呢，现在是个攻杀了，那么只有知识。对，这样不行了。那么很简单，将军，平炮。这样绝杀了。下到这儿，这个钢琴一看大势已去，就认负了。对，这个不能再挡，再挡了随便吃势。对，这样不行了。这个两头这个，这样黑棋的子儿都没有用上。对，对，所以下到这儿呢，这个钢琴认输了，唐丹呢就获得了这盘比赛的胜利。这盘棋也是钢琴也是。还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视象的问题引发了后面这个。对对，但是也可惜太难受的一个地方，有一些机会没有把握好吧。对，但是呢，炮六进四这个手段呢，我们还是值得向女子特大学习啊。对对，好，那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